日前，湖南一高中新生在军训期间晕倒，并出现呕吐等症状，送院抢救无效死亡。医生诊断该学生因为热射病身亡。到底乜嘢系热射病？应该点样去预防呢？嚟关注一下。据医生介绍，热射病其实是最严重的中暑类型。在夏季高温天气进行户外活动或者工作，容易出现中暑，严重的话就可能出现热射病。所谓中暑咧，其实就是外界的环境温度太过高啦，同埋人体散热的机能不足。在这个前提下，如果体温过高就会出现中暑。其中重型的情况咧，譬如是有精神的异常啊，又或者是器官损害啊，体温超过40度啊，呢啲系属于重型的情况，就叫为热射病。一般来讲，出现热射病的人群多为体弱者，譬如孕妇、小朋友、老人、慢性病患者以及肥胖人群，因为人体散热机能较差而出现热射病。热射病是一种致命性急症，死亡率较高，因此在出现中暑症状的时候要引起足够的重视。如果个人佢啲生命体征还是稳定的，佢清醒的，咁樣嘅話咧，將佢轉移去啲陰涼嘅地方咧，補充水分同電解質咧，一般都可以緩解嘅。但係如果出現咗重症嘅徵象咧，就應該送去醫院啦。每年夏天，市人民醫院都會收治唔少中暑患者，其中重症熱射病亦都佔咗一部分。為咗避免出現中暑，甚至係熱射病，醫生告戒喺氣温過高嘅情況下，最好減少外出。如果確實要作業，亦都要盡量間隔時間，注意休息並且補充足夠水分。在尤其高温的天气那里是尽量减少在户外逗留的时间，同埋在户外作业的过程中，同埋户外作业的过程之前都要随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，这样就可以减少热射病的发生几率了。